我刚刚拍脚，我三个都在刷牙。你们三个距离太远。你看爸爸，跟傻傻傻。他不干刷，还要拧山芋呀。爸爸，你我拍那边可以拍到他们的表情。嗯。因为他们面对我啊，所以你都会拍到他们的头。我好怕让君君的都不要吃。你应该在我后面。挺可爱，这是摄影啊！我怕君君的表情，君君，傻傻也君君，拍照啊！我是在摄影啊！我们刚去酷狗啊！